你说那啥，跑到游戏室那里了，在那里，那早就那大妈，在小木屋里跟他爸玩。那长在哪里呀？咦？张老大，你应该坐在上面才对。小心小心，诶，你怎么不是从窗户出来？诶诶，你又从那边出来啊？哎，阿嬷继续在那里奔跑。你要去哪里？要玩。每天晚上又要做梦。你知道他有一天睡午觉啊，然后就是躺下去的时候，然后睡着了，然后就这样在那边这样，就是像普通时候在笑闹那样。他晚上也会这样吗？那就是因为他白天晚玩得太累。他现在半夜还会爬起来哭吗？不啊。